女星钟楚红自入行以来累积的许多经典作品，也凭借美艳形象成为许多粉丝心目中性感女神的代表。不过她在结婚后就淡出演艺圈，也不再积极出演作品，只是偶尔接拍广告、出席公开活动，或是透过社群和粉丝们交流。近日钟楚红接拍了染发产品的广告，由日本知名导演岩井俊二执导，还找来张淑萍担任美术指导，华丽阵容掀起热议。她与明导合作的消息让许多人都很好奇她是否会复出拍戏。据港媒报道，钟楚红被问及此事时坦言，复出拍戏的确有点困难，要看作品有趣的程度，并没有把话说死。此外，她也透露与岩井俊二的合作很有趣，具有吸引力，也表示自己很喜欢对方的风格，大赞导演描写的爱情观，永远带着点遗憾，还有一种很青春的浪漫。Thank you.